看到慈亲的如果吗？大家要手联手重叠在一起，那捧着那一盏灯。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慈亲伙伴们分享慈济的理念、慈济的想法，在讲这些理念的时候，真的是，就是感觉身上都在发光这样子。1, 2, 3，别怕世界多黑暗，只怕自己不发光。所以就让他们可以感受到，哎，原来年轻人跟年轻人还是有发光的年轻人，所以就是能够凝聚在一起做一点好事。从这里呢，引火出去，这盏火灯火可以去照亮一支支的引出去，那一分分的光明增加，就是让社会呢充满了光明的亮度。你看小朋友画的，但我们是这个也只是抛砖引玉，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也好，社会人士都好，可以去做大家可以做到的东西，就是小小的爱汇聚起来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善的涟漪。你还下了阿三，你给我身份证号码。啊，等下我来给你看，你还袂晓，我看会晓搞无？会累，但是我觉得大家要互相帮忙，这个时候不会怕吗？不会，就平常心啊。身体上一定会有一定的疲累，可是心灵上是很满足的，因为就看大家哎打到疫苗好开心哦。哪里有灾，菩萨的方向就从哪里走。看看你们慈亲的时代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想尽方法去接近啊需要你的人。We are family, love is everywhere. 就是我很，就是希望可以跟他们说，就是真的爱无处不在。Di paiku, ini amungan ni. Kuan ngah sesunut kita lagi hapun tangan ni. Serving as a community, working together to help all in need. We built this community here where people are serving together, of course, and that's kind of one of the core. And I believe that TCCA really embodies this concept because we're always volunteering together.你在这个时候花一点善心关心一下，这个时刻你的生命就是一点光啊。